这么漂亮的人物纪念盘是怎么烧制出来的呢？让我带你们去看看吧。用了大红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大红背景，就像国旗一样的鲜红。再来给花子均匀喷上幽能敷面油，等敷面油干透后，剪成所需要的形状就可以啦。将花籽放置清水脱模，将脱模后的花籽贴在白瓷盘上，对好位置，然后用刮片把水分刮干就可以了。刮花籽这一步尤为重要。等纪念盘水分干透后，放进快烧炉，把温度设定好，就可以开始烧制啦。烧制完成后，待快烧炉的温度降至100度以下，就可以打开炉拿出成品呢。这么一个画面精细、还原度极高的纪念盘就制作完成啦。你也可以自己制作属于自己的瓷器。